小红帽和猎人在迷宫中全力逃跑。此时狼人也进入了迷宫，接下来的几个路口必须一鼓作气冲过去，根据记忆提前想好一条路线吧。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呢？应该这么走才对。此时小红帽察觉到了一丝不妙，狼人已经追到了这个位置，再过一秒钟他就能看到我们，而他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两倍。真的要继续前进吗？还是左拐或者右拐？如果我们继续笔直向前，那他马上就能看到我们，接下来会在这个位置追上。而左拐或者右拐，至少能暂时不被他看到。走这边。狼人冲出了迷宫，小红帽和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再往出口走，很可能会碰到狼人。要不然，再回到你和狼人战斗的地方，继续往里走。行不通了，我刚才按下的机关只能关门，不能开门，也就是说，那里已经是一条死路了。那该怎么办？其实，我记得这个迷宫还有一个秘密出口。在哪儿？我记得当时面前是一个死胡同，身后只有一块红色石头，右手边的墙上有一道裂缝。那么秘密出口在哪个位置呢？如果走到这个位置，那么身后只有一块红色石头，而右边是一道裂缝，因此秘密出口就在这里。两人在迷宫中前进，此时小红帽开始回忆刚才的情景，他发现了一处不自然的地方，这几乎让他的心脏都停止跳动。不对，有个地方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。那么小红帽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呢？